罗总叫你呢，叫我什么事儿？王哪知道啊，去了不就知道了。现在啊，啊，哎，在哪儿啊？办公室。哦，我看还行。我看不行。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你说了算，但这事儿我说了算。不行，我还用定你了。罗总，不是我不干，这活我干不了。你看，这第一，我就是一乡下人，什么规矩我都不懂，我给自己丢脸也就罢了，这不是给你丢脸吗？第二，我跟副总的事儿，这才过去没几天，你这个时候用我，这不是？ 罗锅拖褂子，让别人指着我的背骂吗？这副总肯定想，我是踩着他往上爬呢。还有第三吗？暂时没有。哎，一般人抓着这机会，肯定死抓着不撒手。你可倒好，还第一次看见有人往外推的。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。第一，不懂规矩可以学。 没有经验，可以积累。第二，别管副总在不在，你挺起胸，这样别人就戳不着你脊梁骨了。不过，我也不是愣要用你，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，干不好的话，继续回去打扫泳池。这话说回来了，你这民兵排长进城，不光是为了来打扫泳池的吧？ 化验出来了，没啥大事儿。那医生啊，我到底是得的啥病啊？你看，我查了这么大半天。啊，医生，没关系啊，您就实话实说。这些都是更年期综合症的症状。更年期综合症？这……没事，啊，听大夫的。先开点药。 调理调理，度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高血压的症状一定要注意，回去一定按时服药，情绪不能激动。哟，妈，您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病看的咋样？ 看完了，看来看去啊，看了一个更年期。哟，更年期啊！嗯，其他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，没什么，发烧也好了。<笑>怪不得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爸呢？啊，他上班去了。哎，这都快做饭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 刚才小松回来告诉我，说我休假已经结束了，单位领导让我回去上班了。这不，我先去打个招呼。哎呀，头又疼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小红啊，你看这些日子啊，你经过了照顾我了，你说都不比在工厂里边啊轻松。这没事儿，妈，去吧去吧。行，那你赶快倒一杯水喝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走了，妈。哎哎，再见。哎。 你没看见，我正在睡觉呢。这这么早睡什么觉啊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有事儿说吧。妈，你看我现在呀，白天上班实在是太忙了，这孩子真是不知道往哪儿放。你白天帮我带带孩子吧。那我问你呀，这孩子有妈没有？
你爸没有？有。你们离婚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为什么还住在家里？妈，你看我跟你说帮我带带孩子呢，你提这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不想提就不提了啊。 按理说呢，我是满和的姥姥，帮你带带孩子呢也是应该的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你必须回到满仓那儿去住，否则呀，免谈。这不是难为我吗？我怎么就难为你了呢？啊，我这个更年期呀，一多半都是你给气出来的。 哎，你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呢？你说说看啊，你跟满仓分开那么长时间了，自己有孩子不带，啊，有丈夫和没丈夫一个样。哎呀，你呀，把孩子往家里这么一扔，我告诉你，你是我闺女，你不是我的债主。我没说我是你债主，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啊？ 他们家有人住着呢，改家跟嘎头都在他们家呢。我回去住哪儿啊？他们在这住，你就回不去了。那不是你家吗？这两个人那么没眼力见儿，你回去，他们就走了。我回去他们也走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走了住哪儿去啊？他住哪儿我管得着啊？我管那么多，我就管你，我是为你好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走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走，你给我回去，怎么回去回去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呢？什么一出不一出的？我跟你讲。 你干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看你满和吓的！哎，别哭别哭啊！来，你收拾，让你收拾你就收拾。来，你让我上哪儿去啊？你上哪儿我不管。妈，大半夜的，你抽什么风啊？哎，什么叫抽风啊？你走吧。妈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别哭别哭别哭，孩子都哭了，你赶紧干什么呀？走走走走，满和不哭啊，满和乖啊，满和乖。怎么了这是啊？来来来，拿走，跟你说呢，你赶紧收拾嘛。 托儿所要迟到了。啥叫托儿所呀，妈妈？托儿所呀，托儿所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就是有好多小朋友都能陪你玩，特别高兴的地儿。那他们能陪我玩红军打鬼子吗？红军打鬼子？能，你想玩什么他们都能陪你。那他们能给我打弹珠吗？能，弹珠太小意思了，你这自己系个扣行吗？来，传吧。 我穿这个，你穿那个行吗？嗯。爸，我教过你穿衣服吧。来，下地。妈妈，我在托儿所想拉屎拉尿，怎么办？那你就要举手，告诉阿姨，让阿姨带你去。阿姨是谁呀？阿姨就是在托儿所里照顾你的人呀，跟妈妈差不多。 托儿所有鸡腿吃吗？有，托儿所就是让你玩玩具的，有滑梯、跷跷板。跷跷板是啥呀？
跷跷板是啥？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吧？十万个为什么是啥呀？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你呀！去吧，老师好。妈妈下班了，接你啊！妈妈再见。 这儿真好，挺好看的。哎，你这头像给我抹的啥呀？好了，行了，上班去了。满助理把西服穿上吧。还得穿这个？对啊，罗总亲自安排的。啊？满助理，这就是您的办公室。 哎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叫你满助理啊。满助理，罗总的助理，他没跟您说吗？没跟我说那么细，就说让我过来到他身边学习，帮忙。这助理官大吗？大，那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在酒店你只需要对罗总负责。这么大官儿。 都干什么活啊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罗总叫你干啥，你就干啥吧。我看看行吗？行，随便看看。感觉挺好。小王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啊，满仓，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呀？你热吗？啊，我这个有点晕。哦，是不是晕车了呀？是啊，我记得我以前我不晕呢，以前在我们那儿开拖拉机呀、货车什么的，我从来我也不晕，这怎么这么晕呢？ 越是好车，密封性越好，越容易晕车。要不把窗户打开吹吹风就好了。这哪儿是开窗户的呀？不行，这靠里边停，我要吐。没事儿吧？来来来来来，慢点。啊！来来来来，啊！喝水。 谢谢，要不你别去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样吧，你们先去，别耽误了，我马上就到。晕车可难受了，要不你别去了，我自己去好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这第一天上岗，我就当缩头乌龟不合适。你放心吧，耽误不了。你们先走吧。啊，那我先去了啊。马上就到。 上车呀！好吧，好吧。罗总，您尝尝这款咖啡能不能进入贵酒店？味道不错，就是稍微涩了一点点。 满仓，这儿。我没耽误事儿吧？没有。
啊，徐总，这是我助理满仓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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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我名片，多多关照。哦，谢谢。你还好吧？挺好吧，就是有点热。先生您好，您需要点些什么呢？啊，我觉得这个咖啡呀，味道确实不错，但是，啊，你随便点吧。 啊，那我随便。但是如果再香甜一点就更好了。那就这个吧。啊，那再商量，有幅度更多。你觉得除了这款有没有更好的选择？目前来说，这款猫屎咖啡是最好的。我觉得跟咱这个酒店风格挺合适的，这个价位可以商量。 这个现在尝起来可能稍微略微苦，先生您好，您要的咖啡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啊。还不错。这什么味儿啊？怎么那么臭啊？班主任。 您喝这个可是很稀少的猫屎咖啡，它是由印尼的一种麝香猫吃过咖啡豆以后的排泄物制成，我们老板才从国外带回来，目前国内还没用呢。什么？猫屎？排泄物？胡总。 客户什么时候到啊？今天没有客户，我请你吃饭。请我吃饭，我没听错吧？这怎么能行呢？不行不行，哪有领导请员工吃饭？那不合适。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呀，我得给你上上课，这第一课就是吃饭。我没听错吧？吃饭还得上课？ 准确的说，是我想让你学一些社交礼仪。社交礼仪？对。哦，好。马和啊，变成了以后再也不来托儿所了。怎么了这是？托儿所一点都不好玩。王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 孩子刚来托儿所，可能有点不太适应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哇，谢谢啊！那我们走了，还、啊、王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，回家说。怎么了？今天这是啊？儿子，今天老师可说了，你在托儿所不好好吃饭啊，不好好吃饭不能长大个儿。妈妈是个大骗子，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为什么呀？妈妈骗你什么了？ 托儿所没有好吃的，小朋友也不好玩，我以后再也不吃了。就为这个呀？那怎么这么小的心眼啊？妈妈觉得托儿所的饭挺好吃的呀。那小朋友也都挺好玩的呀。你要自己去发现呀。你好好跟他们相处，他们就好玩了。那这个馄饨吧，可好吃了。妈妈刚在食堂打的。我替你尝一口啊。特别好吃。 香菇馅儿的，吹口吧，来，啊啊！看你那眉头皱的，愁死了。这口吃一口，吹口吧，就一口，求求了。你要是不吃，还翻白眼儿。你要不吃，你饿了可别找我啊！我吃了啊，太好吃了。今天那猫屎咖啡真是用猫屎做的吗？老总，哎。 老总，这是我最近研制的几个新产品，您尝尝，多提宝贵意见。黄大厨是咱们酒店的镇店之宝，他做的菜是全市一流的，你尝一下。我这跑了一下午，渴死我了，早就想喝水了。嗯，
你们先下去吧。啊，慢用。这怎么那么酸呢？这个啊，是用来洗手的，不是喝的。洗手水？我说那么酸呢？里边有柠檬。哦，来，尝尝吧。哎，我还真饿。 真饿，更想要保护他。那个，以后啊，你可能少不了有陪我一起去招待客人的情况。嗯，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太着急，慢慢来，啊，慢慢吃。还有，就是吃饭的时候那个。 嘴不要出声音，这样对别人不礼貌。嗯，你要照顾到别人，照顾到客人，别光自己吃啊。哎，嗯，行吧，走，咱们去托儿所来。我不去托儿所。啊？去托儿所？我就不去。 什么叫你就不去啊？你就得去，走。我就不去。你听我说，哎，麻烦你听我说，咱必须得去托儿所。妈妈要上班去了，你别闹了好吗？妈妈给你穿鞋，来，妈妈给你穿鞋。嗯，别闹，别闹。我就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我就不去。什么叫你就不去？我不是说好的吗？我就不去。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必须去。那你不去托儿所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吧，求求你了。妈妈要迟到了，妈妈要迟到了。 妈妈现在要进去上课了，你就在这乖乖的坐着，哪儿也别去，也别出声，能做到吗？只要不吃托儿所，妈妈要我干什么都行。行，那你就乖乖的啊，乖乖的啊。我憋不住了。对不起啊，大家先看书，我出去一下。来，听他们说。嗯。尿尿尿完了哈，没有什么事儿，你可别进去了啊。乖啊。嗯。对不起啊。来，我们接着上课啊。 怎么着，坐不住了？我只是啊，罗总，我知道您是对我好，想栽培我，可栽培我得用得上。这段时间，我真的快无聊死了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助理呀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想办法给我调回游泳池去，我还回去干，好不好？哎，人事的安排。 还有你教我吗？啊，来的正好，坐。你现在有三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跟着我，学知识，长见识；第二，回游泳池，吃苦耐劳，恪尽职守；第三，后厨的上一任总监刚刚辞职，新来的呢还没招上来。嗯，这段时间。
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去监管一下，去不去？去，去。啊，那你先忙，我出去了啊。好。哎，那边门。哎。满河，嗯，在玩呢，啊，嗯，那谁过来的？妈妈呢？我妈妈在上课，我找不着她了。没事，别着急啊，嗯，大伯带你去找她，走吧。虑而后能得。钱老师，嗯，妈妈出联系好吗？同学们，那个自己看一下书啊。出去一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也太大意了，刚家孩子差点走丢了。啊！再说了，也不能带他来上课，万一领导看见怎么办？我也不想带他来啊，他又不上托儿所，我怎么办？妈妈，我一人在外面害怕。你也真是的，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。行了，那我去开会了。好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走吧，那带你进去吧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安静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有点特殊情况，请你们见谅啊。咱们现在开始上课。不能说话，知道吗？妈妈上课呢，这哥哥姐姐都上课呢，你安静啊，你到底下站着。你都看我啊，别看他。大学之道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明明德。大头，吃饭啦。你咋穿这身就出来了？呵，同志们，好！同志们，辛苦了！快把他嘚瑟的！咋样？像个干部吧？像。就是你这个好像带反了，这这。来，入席，领导得先坐呀。对对对。哎，大哥，这吃饭你把这衣服脱下，再把满堂都弄脏了。我再穿会儿。没事，高兴就穿吧。一穿上这衣服，这说话声音都大了。对，嘴皮子都利索了，是吧？都不结巴了啊！哎，曼仓，这衣服多少钱？哦，这衣服不要钱发的。不要钱？啊？你看，哎，吃饭不要钱，穿衣裳不要钱，你这啥活呀？你这是？什么傻活儿？还以前的活儿，就是给我调换了一个工作岗位，就不在以前那儿干了。现在是什么那个，叫个啥来着？老总的助理，啊，就是老板的助理。啊，哎，满仓哥，你这助理都干啥活呀？那干的活儿多了，那个具体我也不知道干啥。我说实话，就是反正就是。老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他吩咐的事儿可能让下面人做，我就跟下面人吩咐一下，就这样。这手底下都有人了？不是，那你现在是一人之上？之下？啊，下，万人之下，就跟伺候慈禧的李莲英
太监是？你说啥呢你？有本事你也去当个太监去。那我不去，有这么俊的媳妇儿，舍不得。哎，满仓啊，你手里有权了，把我弄过去呗。叫过去，绝对左膀右臂，你指哪，我咔咔咔，我打哪。大头，满仓哥不是才升任吗？你让那个满仓哥把这个位子坐稳了，满仓哥肯定不能忘了咱们，对吧，满仓哥？你急啥呀？你的事儿我会想着呢。来，喝酒。来，恭喜！来，喝，庆祝，庆祝。放心吧，你当李莲英的事儿交给我了，好不好？媳妇，我真当了，也是为了你。去，德行。来，我来。麦仓，我说句话，以后你把我弄进去，咱俩都穿这西装。西装。媳妇，你再给我买双皮鞋，那咱俩一起出去，咔咔咔，一起前进。哎呀！你看你弄身，让你脱了，弄了一身。啊。哎，脱了！哎，没事，吃吧。哎，吃吧。电影里那些外国的地主都是这么吃啊！来了，吃饭。啊，哎，来了有半年了吧？还是在？师傅啊，不好了，那个土鳖满仓要到咱们这儿当总监了。什么？你没开玩笑吧？师傅，这上面刚下的通知，这事儿我敢蒙你。他懂餐饮吗？让他摸着摸人，给他好看。师傅，这下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同志们好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满，啊，满意的满，仓库的库，仓库的仓，仓库的仓啊，今天，到这儿跟大家一起工作，我很高兴，哎，以后啊，你们别把我当领导，啊，当啥呢？当哥们儿啊，散会，还想听我说呀？好，那我跟你们说说大梨树的故事啊。我以前是大梨树的。咱们这边这三位员工这边玩怎么样？满助理走。哎，大家好。哎呀！哎呀！本来啊，我都准备好了演讲词儿呢，一跤摔的呀，词儿全忘了。满昌，哎，这是酒店的传统，掌勺的不服管理的，你呀，别往心里去。真的？你不早跟我说，我还以为他们针对我呢。哎呀。本来也是想给你挂个职，慢慢学学。后厨的事儿你不懂，水深得很。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俗话说得好，在其位谋其政。我既然干了，就得负责任。再说了，如果干不好，第一我辜负你了，第二我这钱不白拿了吗？进来。满主管，这是这个月后厨的部分单据，黄大厨说你来了，那就要你签字了。
胡秘书，你跟黄大厨说一下，让他照以往的办，然后就说我说的，把这三个月的账单都拿来给满仓看一下。好的，行。哎，罗总，你刚说多少？仨月？那仨月我咋看呢？你要想在后厨站住脚，你必须要学会在一周之内给我审账、看账本。行，看就看，谁怕谁呀？我还就不信这邪了呢。哎呦，儿子几天不见，长大了，长力气了吗？啊？哎，这几天不见你也长本事了，当上整经理助理了。嗨。我有几把刷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人家老板赏识我，那我就好好干呗。你还记得我刚进城的时候，那时候豪言壮语吗？记得。你说一定要在城里扎下根来，闯出一片天地。是啊，我觉得我现在才算真正上头。是吗？嗯。我就知道你能行。你一个人带儿子，行吗？哎呦，你可快别提了！爸爸，你跟妈妈说，我明天不去托儿所。你看，啊，明天必须去，听见没有？必须去！你爸不在这儿也不行。我不想在托儿所玩，我就想跟爸爸玩。你看怎么弄？我来。儿子，你是不是男子汉？是。是男子汉，那是男子汉就得去托儿所呀。托儿所一点都不好玩，我就想跟你玩。那这样，爸爸想一办法，你想不想听？想。那你听爸爸说啊，嗯，以后每天早晨妈妈送你去托儿所，晚上爸爸接你，然后就陪你一起玩，好不好？那我考虑考虑吧。哟，你瞧，还轮着你考虑？不能考虑，没有考虑的余地。这样吧，嗯，爸爸想一办法，嗯，咱们俩还扳手腕，嗯，谁赢了谁说的算，好不好？我这次还能赢你。还能赢啊？嗯，那好，那你就再赢一个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嗯，预备。哎呀，完了，爸爸赢了，那就听爸爸的，去托儿所了。好，大点声，听不见。好。今天回来这么晚？开会去了。开会？我看是去幽会了吧。在孩子面前瞎说什么？我瞎说还是你瞎说？孩子都看见了。哎，你咋不嫌害臊呢？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你去找那个狐狸精，抱着那个狐狸精的小崽子，自己的孩子不稀罕，要给别人的孩子去当后爹了。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咋了？你敢做还不敢让别人说？哎，我就要说，大家都给我听着啊！陈老师呀，贼心不死，放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不管，要去给别人的孩子当后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哎呦，你还有脸吗？我的脸都让你丢光了。娟儿，你爸不要你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别吵了。哎，来，哎呀，好了。上课去吧，听老师话啊！爸爸走了，晚上来接。我不想去托儿所。怎么又反悔了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就不想去嘛。你看你还哭上了，你不怕让别的小朋友笑话你啊？你还怕上幼儿园啊你？行了，别哭了。那你别去了，你走吧，我也走。你不是我儿子。妈妈再见。好。这就对了。这才是爸爸的好儿子，知道吗？嗯。上课听老师的话啊。嗯。来，爸爸给你奖励一个小手枪，
好不好？嗯，喜欢，谢谢爸爸。亲一个，听老师话啊。嗯。马上来接你啊。哎，蒋老师。还贼心不死勾引我男人，你不要脸！我警告你，你再要是去找陈可然的话，我就不是泼馊饭了，呸！